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华民国112年8月28日，星期一。那现在下午时间。那今天呢，到了园子里面来，看到这些草，哦，已经长得非常非常高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的割草机呢，因为电池坏掉呢，所以没有办法来进行割草。不过呢，我们跟老哥呢，已经决定要再买一台割草机，而且也是电动割草机，那品牌也是一样的，因为用习惯的东林哦，就一样到他们网站去搜寻，然后去看一下，选择了一台，听说它的那个续航力，电池呢比较好的，可以割草达到5个小时的电池的续航力的一台割草机，那详细型号呢，大家再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不过要等到我们的容积补助下来，可能要到10月份，所以呢，这个时间上有点长。现在才8月底而已，还要1个多月，所以我就想了办法，跟朋友借了一颗电池。好，我们现在呢，带各位来看一下这颗电池。哦，今天呢也跟朋友借了一颗电池哦。这颗电池呢，就是再来我们要购买的型号机型的电池。哦，就是这颗电池，听说很厉害，听讲足厉害哦，听讲会当挂咧4-5点钟以上，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啦、哦。所以很多事情哦，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要先来测试一下。那现在电池的容量，我按一下看看。哦，现在电池的容量呢是100%。哦，是我看一下，导一下，来。哦，它电池的容量是100%。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进行割草。那进行割草，我今天待会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我割完了之后呢，再来检查一下哦，这个电池容量呢还剩多少格哦？它总共有5格了哈、哦。我们等一下再试试看。那我现在呢就把镜头哦架远一点哦，让各位看一下这个割草机。除了说它的续航力比较久之外，听说它的马力也比较强一点，就是割起来的动力比较强一点，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就试试看，那我就把镜头呢架设在远一点，然后看我们的割草的一个效果如何。那我现在呢就过去那边着装啊，今天忘了带一些护具来，没关系，因为园子里面呢这个石头里面石头大致已经都没什么石头了。哦，好，那我过去了。
车起来一个字啦齁，超爽的齁，这感觉很不错齁，马力非常的充足齁，那个动力非常的强齁，绝对不输这个假以为啦齁。所以呢我们决定齁，这次就购买这个机型齁，就是电池是大容量的电池。那我现在再把那个镜头呢再齁把它架设好，我们再往后面去割。真的不错哦，个气化麦，再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哦，这个割槽真的是没败哦。台湾的科技哦，台湾的这个技术哦，品质相当的不错哦，不用去使用到什么国外进口的，这个真的还蛮屌的。好，我继续啦，我使用的是专业模式哦。太棒了，太好用了，而且这是马力非常充足，你看下子的功夫也没几分钟的时间哦，哦，从原子的前端哦一直割到这边至少也有看一下差不多二三十公尺了吧哦，而且那个动力完全没有损耗的感觉哦。好啦，那现在先分享到这边哦。那我们这次呢会利用这个到货之前哦，跟朋友借的这颗电池呢，我们会找时间把这个原子新园区的地方的草呢把它全部割完。那
朋友那边哦，还有所谓的那个链锯，哦，圆锯跟链锯啦，在专门在割树的、锯树的啦哦。那我们因为主园区那边有很多的龙眼哦，需要怎么讲？需要采收完需要锯除哦，需要修剪。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再继续跟好朋友呢借用他的那个链锯，好、哦，还有圆锯呢，到我们主园区那边修剪龙眼。哦，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割草机，哦，新的动力的这个电池的割草机呢，就分享到这边。好、哦，等到时候我们十月份到货之后，我们开箱文会在哦开箱给各位看一下、哦、好东西哦，就是跟好朋友分享。哦，如果你有很好的东西也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哦，欢迎你提供一些资料。哦，可以的话哦，也拍部影片，那我们参考一下。OK， 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